兴的，我代表南京喜成食品有限公司四季工坊，跟大家推荐这一支 Espresso 301。这一次301，它在2014年、2015年啊，那么也就是参加意大利国际意大利咖啡品鉴协会的一个所谓的赛事，获得连续2年获得金奖的认证。那这支豆子来讲的话，很开心的推荐给大家。希望说我们的用心，我们的努力，能够让大家感动，被大家喜欢，谢谢。